好吃吧？太香了，这个煎饼肯定好吃。面糊子。哎，我烙的更好吃哈。花姐烙的更好吃。哎，我烙的更好吃。我也会烙。我也会烙。你等你等年轻，你会烙烟去吗？我也会烙。我不会烙烟，我到这我才想学。我也会烙。今天是第四回了。这是什么面呀？玉米面和白面。玉米面和白面。哎，对。山东特色煎饼。对。煎饼，山东大煎饼，这还有豆腐韭菜，这还有韭菜肉。手工煎饼。妈妈，用的气儿哈，用的没气儿。啊，后台一会给你们摸一个煎饼，咱看一看啊。哎，一分钟，一分钟吧，一分钟，熟了。这一张卖多少钱呀？1块钱。一块钱一张的大煎饼。哎，成了一个。